了你，大家都努力，我们在一起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。最近呢，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了很多的精彩视频。哎呀，小朋友们的居家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。好，今天呢，让我们精彩继续。奶奶，我就跑步。山鱼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宝宝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尤其是最后这位小姑娘，这蛤蜊吃的我看着呀真的是有点馋了，直咽口水。这样吧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多上点好吃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轮台县第二小学的学生米赫纳兹姆和塔尔。这段假期里，我跟妈妈学了维吾尔族的传统美食抓饭。首先要把黄萝卜和红萝卜切成这种小条，还需要洋葱。我们先要用油把洋葱爆香，把胡萝卜给炒熟，所以我们请妈妈来帮我忙。胡萝卜炒熟了以后，再下洋葱，再加点白砂糖，这样就可以除掉红萝卜的苦味儿。加一碗清水，炒到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加米了。最后一次翻完以后，我们就开始焖了。我们香喷喷的抓饭已经出锅了，大口大口的，特别香的吃。现在要开始做凉皮了，和好的面糊搅一搅。就把一勺放进一个锅里，把它散匀，让姥姥帮忙把这个面糊放进锅里。面糊煮几分钟呀？两分钟。它煮好了的话，它会变不像糊糊那么断开了，它就可以连接上。那个把盘子也刷一点点油，就要等面糊出来了，小心一点儿，会烫着哦。只要等这个凉了，把它拿出来放上去，撕开，必须要把手放到边缘上。如果折了的话没关系，把它打开，
光说成功可不行，得看看结果才算是成功。可以加入香油、酱油或者醋、蒜泥或者调料汁儿，还有辣椒酱。哎呀，小朋友们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小小年纪凉皮儿都做得这么好。哎，这凉皮儿啊可是最近的热门菜。好啦，那做完饭之后我们是不是该做点其他的家务了呢？我是高旭，这是我的弟弟，他叫高文正。我们今天来帮妈妈摘白菜头。瞧瞧人家这卫生做的多干净啊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哎，接下来的这位啊，要给我们展示一下学霸是如何套被罩的。张雨凡，快来帮妈妈套被罩。好的。那你抓着那边。对了，等一下啊。妈妈，就是之前呢，我看到好像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人也可以套被罩，并且很简单很容易啊。但是我怎么做呢？我只有理论指导，还没有实践过，不妨这一次就试一试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你说怎么做吧。第一步，就是先把这个翻被罩翻过来，反面朝外。第二步，我们把有拉链的那一头对着床头，平铺在床上。接着就把它平铺在被罩上。第四步。就是抓住没有拉链的这一边的角。好的，沿着出中线折成两个三角形。第五步，通过它们的钝角折往里卷。下一步就是通过拉链的这一个口伸进去，抓住这个角以及被子卷的角，将它逮出去，从这里逮出来。接下来呢，把这个被子卷，把另一边往全围卷。卷开是吗？嗯，卷开。好了，现在被子就套到被罩里了。还是真简单呀。分享一下自己的实验成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这个实验的名字叫筷子的神力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只筷子，一个杯子，里面装满米。第一步是把这米按压紧，然后用这只筷子用力地戳进去，再按压一下。你们觉得我可以用这一只筷子提起这一杯米吗？这是摩擦的作用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我的妹妹一起做一个有趣的实验。盐在跳舞，这是盐，她现在在跳舞吗？没有。现在就要用我的魔法让她跳舞，那就是声音的魔法。我们这里还准备了一个碗，上面套了一层保鲜膜，在上面稍微撒上一点盐。现在就是最神奇的时刻，姐姐的声音小的时候，啊，她是不是没有动？姐姐声音大的时候，啊啊，她是不是动了？对，要离近一点。这个就是盐跳舞的魔法。少儿频道提醒您，读书游戏看手机，姿势端正够距离，健康习惯好视力。
我叫邱玉明，今天我带大家做一个科学小实验，名字叫做魔法水杯。首先我们准备好实验所需要的材料，一个玻璃杯，一张白纸和彩笔。我们先在纸上画三个向右的箭头，先画好的箭头放到水杯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箭头是向左的。我们再往水杯里倒水，仔细观察，不要眨眼睛哦。哎，箭头的方向怎么改变了？我们再继续倒水，又有什么神奇的现象发生？当玻璃杯装满水时，水杯就像凸透镜一样，光线经过折射后，除了经过光线的光线不会改变方向，其他方向的光线都会改变方向，因此我们看到的水中箭头就变成了相反的方向。好了，有趣的实验过后，让我们一起运动起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常熟市石梅小学四一中队的阮甜心。以下几个动作是我每天锻炼的动作：俯卧撑、拍脚、举腿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我叫段博轩，今年六岁了，我现在在拍篮球。别忘记我们的口号，蓝蓝的天，棒棒的你，大家都努力，我们在一起，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妈妈带你这样玩过吗？那是卷。卷一卷像什么？你看那现在卷。像蛋卷。像蛋卷呐、啊。来，快看一看这一卷起的被子像不像蛋卷？哇、哦、那现在铺平了又像什么？又像饼，那这姐姐是在卷饼还是在干嘛呢？哎呦，她是谁？好看吗？她好看，妈妈好看。先一个。她好看。她好看的，那你下去吧。电视上看到自己开不开心呀？开心，我看到动画片，看到我自己特别开心。嗯，我们在录这个叠被子视频的时候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照样的把被套叠好了。嗯，你们喜不喜欢看我们在一起这个节目呀？喜欢。我们祝我们在一起这个栏目越办越好，加油加油。健康防疫小贴士，保护耳朵，生活规律，早睡早起，家用电器音量调低，不戴耳机终身受益，耳朵少掏保护听力，生病的耳朵要就医。听好，注意休息，合理饮食，调整情绪，最棒的就是你。